好的，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位的模仿者，这位小春，这个戏服这是什么戏？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。这件衣服的话，大家都有知道，98年 TVB 的一部剧《鹿鼎记》。对。对，然后这套行头就是韦爵的行头。好，这位呢？小春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谢谢。这位是来自湖南株洲的陈旭。对，我来自湖南株洲，叫陈旭。你才29岁啊？实在看不出来，你再粘点胡子就可以92了。小春，我们来介绍第三位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帅，来自湖南湘西啊。你知道吗，小春？龙帅是因为他的姐姐才开始喜欢和接近你，模仿你的。那是我读初一的时候，然后姐姐那在长沙读书啊，她最喜欢的就是陈大哥，陈小春大哥。姐姐买了好多专辑，然后床上还有墙上都贴了你照片。贴的都是姐姐今天有没有来？来了，姐姐在那儿。就是那个一直尖叫的女生啊。小春，这个才是真正幕后的你的超级粉丝。太激动了，我感觉我好像还没有从梦里面惊醒过来。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听陈小春的歌了，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成为了孩子的妈妈了。你成为了孩子的妈妈，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。谢谢、今天你的弟弟会跟小春 PK， 那你希望谁赢？陈小春嘛，他是我的偶像呢，我肯定会一直支持他了。但是我的弟弟只有一个，我当然希望我的弟弟加油，我为我弟弟加油打气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下一位，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吴德成。哎，这个头发，小吴，你为什么跟你的这个偶像的头发是相反的呢？小春是飞上去的，你是搭下来的。我这发型是重音师给我设计的，是独家记忆，它里面的那个。谢谢五位的模仿者，请五位退场准备一下。好，谢谢。